他们瞪大眼睛无辜的时候，他们背后都有一种目的，就是他想要你帮我做什么事情。可是我又不是故意的，可是因为他很忙啊，所以他都这样子。20岁的女生好难惹哦。对呀、啊，怎样都惹到你们嘞。我觉得你们女人心真的很难懂嘞。女人二三四，卫视中文台。